这老天就跟俺俩作对，一放学就下雨，一放学就下雨。快走，姑娘，打雷了。还好我穿了雨衣，我们俩都没被浇到。我姑娘能藏在我这个雨衣里边。就在刚刚，我在这造了一个粽子，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一个粽子，端午节那天也没吃。先炖骨头。咱家还有粉条的吗？有，宽的没有了，有细粉。宽的没有了，细粉有。有那个中等的那天我再拿回来一袋。你这鸡胗里边真红啊！腌多的好几天了，就得搁那个水泡，把它切一切。你没吃吧？我昨天晚上吃了一个，昨天晚上回来吃了一整个，老入味儿啊！别看你这都红的，真入味儿啊，好吃。我说你们这骨头怎么变成这样的呢？酸菜搁粉条。今天炖大骨头酸菜粉条，粉条是用宽粉。油汪汪的，真好。萌萌愿吃白糖，撒点白糖。正常我们都是撒盐的，就萌萌爱吃，所以我们家的花生都是撒糖的。炖骨头三件套，哎，这两件套，酸菜和宽粉。酸菜给冻上了，饱满的。有酸菜味儿啊？你这挺好吃的呢。啥呀？酸菜呗。炖排骨。炖大骨头，里边放了一块大肉呢。那天那个挑出来那几个可以啊。骨头烂乎了，肉没烂乎。哦，酸菜味儿好大呀。有食欲啊。嗯，你看以前咱们杀猪菜不就这样式的吗？嗯，就炖酱肉，然后到时候切蘸酸酱吃。哎呦，给你过年了，都过年才吃的杀猪菜吗？就是没有血肠啥的。不搁酸菜里头，就这么咱家吃。就咱家吃，不放酸菜的。我那酸菜吃错。在我锅里也愿意吃。嗯，我就感觉整这样的菜就是过年了，是不是啊？萌萌，吃饭喽！我想吐槽你一件事儿。昨天晚上你给我拿串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没吃吗？都给我买的吗？我在剪视频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把证据都拍下来了，还替我尝一尝。这家吃的可香了。给你尝尝咸蛋。他接妈妈放学，你爸接妈妈放学，完了路过有卖串的，买串了，完了接我，他告诉我是给我买的，我问他吃没吃，他说没吃，他不吃。回家的时候我在这吃完，问你爸吃不吃，你爸说我不吃了。然后呢，我让你爸爸帮我拍视频，结果他在视频里吃了好几串。给你带脆骨的来，带脆骨的，好不好？没事。有点柴呀、啊，管瘦的呢，他愿意吃。那你吃肥的，我吃瘦的，咱俩合作。行、嗯。我、嗯哦、姑娘慌了，要好几天辣白菜了，都忘拿了。小李同志昨天去店里拿了一袋回来。姑娘，你看，姑娘，你看，
香了。你干脆都这样吧。你不懂。姑娘，再来块肉啊，来块肥的。哎，怎么来瘦上来了？啥表情啊？什么表情啊？这要是五花三层啊，姑娘再来一块肥的。哎呀，那有过瘾。他为什么要？它为什么要五花三层？那一面肥一面瘦，它不也一样吗？那不一样。咋不一样啊？口感都不一样。我还觉得那个肉包的好吃，大白菜，骨头不都不香啊？你够啥不香的？你不吃这个呀？我跟你说。你啥呀？你光光有什么用啊？你姑娘挑理吧。快给你姑娘包一个。